这就是万科城市广场。这个万科城市广场已经开业很多年了，商住一体的，就它的大招牌。这个商场呢，其实这里边没那么热闹，没多少商家的，就在外面。负一楼是超市，还有一些小吃。一楼就是有个别几家店。二楼餐饮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，所以这里一直都很冷清。这边还有一座山，我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名字。这是它的二号门，中间有个什么酒业。这里一共有两排商户，基本都是吃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个酒店。其实两边商铺都差不多，各个商场的餐饮也都同质化。其实所以我很少拍商场。行，今天就拍到这里。